洗衣袋这样用，当心损伤洗衣机。洗衣袋哪一种使用方式会造成洗衣机损伤？我当然是 A。它们是软质的吧？那要看粗网或细网，细网的比较软，粗网的会比较硬。你可以让我跟他互动一下。我怕他回答不出来，男生很少在洗衣服。会会。你要看他太太是谁，他一定有洗衣服的，而且搞不好不止洗衣服，跪着洗。洗衣板那种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